吃生肉会恢复野性吗？有很多人说狗一旦吃生肉的话，它就会出现咬人的情况，真相果真是如此吗？今天咱们来做一个测试，咱们准备了一只五斤重的大鸡，让这些狗生吃，看看它们究竟会不会恢复野性呢？中亚牧羊犬好像非常想吃了，口水直流。这帮狗平时都是喂狗粮，从来没有吃过生肉。待会儿咱们就把这只大烧鸡给它，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呢？中亚牧羊犬直接叼起大鸡就逃跑啊，把狗粮都打翻了。卡斯罗犬在旁边彻底生气了，他心想：我美味的狗粮就这样被你打翻了，咱们赶紧给它捡起来一点啊。看来卡斯罗犬还是更喜欢吃狗粮，而不太喜欢吃大烧鸡，吃的那叫一个虎虎生风啊！一碗狗粮三下五除二就给它吃完了。待会儿咱们测试一下卡斯罗犬面对大烧鸡究竟会发生什么呢？咱们把大烧鸡拿给它。中亚牧羊犬对这只鸡已经不感兴趣了，卡斯罗犬闻七闻八，但是就是不去吃，看来这帮狗对这种生的鸡肉丝毫提不起兴趣啊。